开始吗？啊，马上马上，你把电脑打开。啊。其实我就想跟你聊聊天。你疯了？啊？那让别人知道咱俩不玩了吗？哎呀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就是咱俩要跟客户电话会，没有人打扰的。那万一呢？万一有人不敲门？那你不觉得这种偷偷感觉更刺激吗？哎，保持距离啊！啊，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你怂？就我发提成了嘛，然后想晚上请你火锅，来、哎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项目时候能帮我一块弄一下资料吗？啊，很着急吗？今天晚上就得要。啊，那行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再就那边。嗯。啊，对，那边再调整。哎，圆圆，你还没走啊？哦，我东西忘拿了。哦。拜拜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再就一些细节，你那个是调整一下就行了。那我就。马上马上，我跟崔姐说过了，我现在发给她，没啥大问题，你再走呗。哦，行，嗯，哎，哎呀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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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。哎呀，我跟那个没有啥，我本来一下班我就赶紧往出冲，就跟开急跑了呀，结果他又跟摩根大一样，一个 Q 就给我 Q 在那儿了。他都说什么我对李总那个项目比较熟，他昨天不是请假了吗？没在，对很多地方不了解，然后李总又着急今天晚上就得要，就你知道吗，就一个 Q 接着一个大给我控死死的，这我没法走。你不生气？我理解你。嗯，我只想看看你的态度。哇，然后刚给我着急的，我以为你抹着眼泪回去了呢。不会啊，那你说你要加班的吗？有点不高兴，那是没有办法。哦，你那会儿不接电话也给我吓得我还以为你。哦，我在给你买饮料呢，那会儿付款，给热的。哇，那我这不得给你磕一个？你磕。我不会，你教教我。大屁。那走呗，吃火锅。